阿龙是因为讲，什么时阵轮到你讲呢？2012大选，中天最在地，中天最靠近，呛声暂时大声喊出来，选举巴士吐转台，11月15号起，每周一到周五，天天咖喱做回家。国民党总统候选马英九一天下来连赶了24个行程，晚间固守新北票仓，主打青年政策，希望端出牛肉抢攻青年选票。光顾新北市这个大票仓，当然不能不请来市长朱立伦打前锋。今天没有人要注意说周美青穿什么名牌，挂什么秋季，大家关心的是我们的第一夫人今天继续的来做公益，继续的来关心我们的弱势。朱立伦卖力站台，主角也就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，只是马不停蹄连赶24个行程，到了造势晚会一开口就是端出牛肉，主打青年政策。我们有青年安心成家方案，每一个年轻人他一生当中可以贷款2次，1次200万，前2年免利息。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！为青年人送上大礼，希望大家用选票来肯定政策。当然，晚会上也不忘拉抬立委候选人的声势。黄志雄，斗帅！黄志雄，斗帅！中天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。